讲哦，请做观众哇。我来烦恼你啊。谢仁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我无想要听。多谢你之前对我这么好，以后咱可以当做朋友。我袁胜元送出去的物件，你够收到当个？你去找别人，我袂烦恼。你去找袁胜元，我唔再烦恼。这是验孕棒，三个拢会秒煞。我有心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五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假使若无你替我甲伊拢带一阵较长诶，我哪法度专心去拍离婚诶官司，甲王善和争一个公道？假使再生个囡仔，若拢伊诶，我一定做唔甘愿诶。已经20几年啊，恁两个人的感情也是遮尔好。多谢你之前对我遮尔好，以后咱可以当做朋友。伫我袁胜元诶世界。无迄种男女朋友变朋友的代志，我袁胜元送出去的物件，会阁收倒当啊？人生啥物拢无摕走，感情也袂当啊。迄个时阵，只要你肯点头，肯定做紧迄时的，爸爸一定带你回去。胜元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我无想要听。就算你无想要听，你嘛先来听。这是验孕棒，三支拢两条线，我有心啊。看我饮酒醉，爬起了我的凌晨，也是你的选择。后果你自己负责，莫想要怪责任。塞我车了。现实就是你甲王三河做出未记者失德的代志啊，连法官都看袂落去，这个财产一半，王太太。问题是，保证结婚的资金，最后是老乡，老后生是天公地道的，啊，不过万不得后生不是太子，是内吧，那咧当真冤枉啊。